OK， 你看好像我跟汉伟，我跟玉清，你不要说玉清啊，我跟他当年做好朋友的时候，他是很当红很帅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可以很多东西都很合拍的，可是就是完全不能来电的，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是单身，我们两个就是完全不可以的感觉不对。